23:47:15，你何准时？靠不靠？艾利欧看见的未来是不会出错的。刚刚的爆炸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在他的剧本里吗？在，系统时间23:44:59，爆炸产生的脉冲造成了主控系统的大面积瘫痪。是你做的？反物质军团干的，他们在两个系统时间全面入侵了空间站。我们需要和军团交手吗？不知道，艾利欧没有说，那这件事就不重要。嗯，明白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行动由我接手。稍等，这次能让我玩得开心点吗？之前几次的行动都很无聊呢。抱歉，今天的任务非常枯燥，仅仅是把目标放进去而已。但想要找什么乐子，我都不会拦着你。毕竟，艾利欧没写在剧本里的，都无关紧要。索性都干掉吧。记住还能呼吸的感觉。反物质军团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弱了？我能用来的兵力就这么多，你也不想成为军团的主力兵上吧？只有这种货色，拖不住星穹列车那伙人呢。放心，一只末日兽也来了。索性都干掉吧。美妙的时光总有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替人擦屁股可不是我的工作，你说对不对？好吧。好了好了，你把他丢哪去了，银狼？随手打的坐标，没什么讲究。你很关心那只血族的去向吗？不关心啊，只是不管看几次，我都会想，你的手段还真是不可思议。修改现实数据而已，不值一提的小把戏。你刚刚看什么东西那么津津有味？你给我瞧瞧。黑塔的玩具，空间站收藏的奇物目录，里边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比如，有一把枪，能给他准确你出现的生物打分，从0到100不等。这哪里有趣了？你不好奇自己会得多少分吗？我还挺想知道的。好啊，要是顺路的话就去玩一下吧。目标地点在哪？沿着左边门口的回廊继续深入，有个放置了某种奇物的房间。星河就在那里，他能告诉我们星河在哪里。空间站的核心区域，反物质军团的续足会很多。好，放轻松，战斗体验优化。嘿，就这速度，太慢了。有什么东西在前面？看来被埋伏的是我们，可惜被包围的是他们。记住还能呼吸的感觉，这么快就上钩了？时光总有尽头，该说再见了。一个人都没有，疏散做得相当彻底呢。是黑塔亲自下的指示吗？看访问记录，那女人都大半年没登陆过这里了。避难工作是由代理站长一个叫艾斯达的人指挥的。没听过的名字啊。艾利欧好像说过我们不会碰上黑塔，看来他是真的不在。星河在哪里？艾利欧的剧本没有提到星河的具体位置，也就是说在他看到的未来里。我们并不是通过物理移动手段找到星河的。这空间站里匪夷所思的东西那么多，有这样的奇物也不出奇。用奇物隐藏奇物，的确是那女人会干的事情。哎，你翻了那么久目录，想必有头绪了吧？必要的线索都有了，接下来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技巧。帮我调查下房间里的终端设备，奇物或许就在里面。好，看你表演了。哎，这个终端的存储设备不见了。这是监控室，商户跑路一条龙，业内传统了。整个空间站都在监控画面里了，但我没看见星河。就算有也是陷阱，黑塔的收藏不可能对外展示。你还是过来吧，这样调查一点也不效率。所以你有什么妙计？我洗耳恭听。直接把监控系统黑掉了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
黑塔的收藏一定独立于系统之外，所以不受影响的就是目标。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，你看，找着了。这是什么？奇物编号211，视野盲区，一个简单的偏折光场，让区域里的事物不容易引起注意，但只要别的东西不再显眼，它就露馅了。黑塔用这么简单的小玩意儿藏他的宝贝，越简单的手法越不容易识破，这不是我们的座右铭吗？又多了个怪东西，数据上看只是普通的全息影像，但它加了层壳，穿过去看看呗。不要紧，咱俩不会折在这儿的。这点子有意思，不愧是天才俱乐部的人呢。九套独立的防护系统，看来对黑塔而言，星核不是寻常的藏品呢。取得出来吗？当然，在骇客领域，就算天才黑塔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好啊，那载体的准备也拜托你了。载体准备好了，你来决定吧。艾琳说过，这个选择会改变很多东西。艾琳也说过，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必须是你，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吗？就这样吗？他还记得多少？至少会记得你。该起床了。这儿，一个空间站，不重要。啊，听我说，你的脑袋里现在一片混沌，你不清楚自己是谁，为什么在这儿，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你觉得我很熟悉，却不清楚该不该信任我。但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走了，要把你一个人丢在这个空间站里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再思考过去，也不用再怀疑自己。听我说，接下来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身处可怕的困境，但你也会遇到许多美妙的事情。你会拥有像家人那样的同伴，开始做梦也想不到的冒险。而在旅途的尽头，所有困扰你的谜题都将会解开。这就是艾莉欧所预见的，以及你将抵达的未来。喜欢吗？去下一个地方，为准备好的未来铺路。这就像织锦一样，你我一次只能编织一条金线，但它最终会变成美丽的图景。还要说多久？按照剧本，星球列车人就快到了，我们不该跟他们照上面。我知道，英郎，再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时间快到了，我该走了。听我说，很快就会有人找到你，放心跟他们走吧。除我以外，你什么都不记得。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这个人的坐标不是由空间站发出的。都这时候了，还在叫啥呀？这个大活人就在我面前，总不能是假的吧？心跳和脉搏都很微弱。三月，准备做人工呼吸。啊，我没什么经验，大恒你来吧。天，钟恒，别醒了。你没事吧？听得清我说话吗？记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？那可麻烦了，能努力回忆一下吗？你的名字是？你好，我是丹恒，这是三月七。这座空间站遭到了反物质军团的袭击，我们是受 S 大战长的委托前来救援的。毁灭纳努克的打手，你们运气很好，最危险的绝灭大军不在附近，来的是一群四处作恶的散兵游勇，我们很快会把入侵者消灭掉的，不用担心。对啊，粉色头发，个子小小的，很可爱的女孩子，黑塔女士亲自任命的代理站长。那个孩子也太没威信了，连员工都不知道她名字。返回主控舱段，艾斯达站长和及时疏散的研究员都在那里。星球列车也停在那附近，所以不必担心怪物的袭击，我们会解决这次危机的。我和大恒是星球列车的成员，请多关照啦。列车与黑塔女士有些来往，因此我们时不时会在这里稍作停留。结果出生这么大的事，正义的列车组可不会袖手旁观。嗯，你没见过吗？列车时不时会来到太空站的。那是一辆神奇的列车，拥有开拓星神的力量，能够在星海中穿行。等回到主控舱段，我指定你强。你和三月一起回去吧。防卫科的阿兰在这附近失去了联系，我得把他带回去。嗯，也行。那你自己小心哦。哎，要不你把这个拿上吧，军团在太空站疯狗似的乱窜，返程的路也不安全，还是带点防身武器为好。只是个建议了，没事，你有我呢。谢谢广大。剪辑小腻，拍摄小腻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